1903年，全民运动会准备伫咧10月25号到29号，伫咧嘉义市盛大登场。在追求完美准备工作做到完成的时阵，嘉义市长吴明辉嘛亲自到嘉义市，真侪间相当重要的业务来机关祈福，希望和运动会这段期间有好天气，和大会成功，甚至有好成绩。嘛，机关不必来自全国参加比赛的人员一切拢平安。而市长吴明辉嘛热情邀请着嘉义市民做会来做会，为这项全国运动会做主人。嘉义市争取到103年全民运动会举办权。10月25到29日，将在嘉义市盛大来登场。在追求完美、尽全力准备工作做到完善之时，吉林市祈祝之后，也希望神佑风调雨顺，让大会一切平安顺利。今仔日透早，市长吴明辉率着市府团队，前往第一站到嘉义市古庙三间庙啊，玉皇宫、南玉殿、龙山大学宫，再到城隍庙、地藏庵参香祈福。四号十月二五，我星期六，星期六迄天有将近差不多10000人，选手甲贵宾会到咱嘉义市来。我伫这只要呼吁咱嘉义市民，大家人做伙来做主人。啊，所以伫这只大家嘛足欢喜，会用做主人来接待大家。69年，嘉义市迄阵有办过一个。30多年来，全民运动会再度伫嘉义市来举办。市长热情邀请到所有的市民为家乡来做伙做主人。今嘛有侪侪有选举的关系，有人到时吼，各单位在这边要抢镜头。我们希望大家人这时候要把你心目中你所有的自己、家己的理念爱放下，咱来为家己来拍拼。咱是为家己市、为咱台湾来咧拍拼，不是为家己。我想这样有大公无私的心，我们不但把全民运动会办好，让每一个选手在嘉义市能够拿下最好的成绩以外，每一个人对嘉义市都留下最好的印象。今天来到家，我感觉我的心更稳定、更安定，因为有玉皇大天尊、有众神明的保庇，和咱这边全民运动会会当更加好、更加赞。而且我们嘉义市的热情一定会被大家看到。我想嘉义市的发展、嘉义发展，大家爱有头路，这就是咱共同的期待。咱应该要把握这机会，大家共同做伙来做主人。欢迎大家来家运动，欢迎大家来家佚佗。运动会开幕节目也积极地展开，嘉义市长吴明辉一一去视察。将近一年筹备工作将展现成果，在人事完善之时，更祈福众神仙佛庇佑嘉义市全运会赛事一切平安顺利。谢新闻蔡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。